慈济职工的热情带动爷爷奶奶活络生子，在林口托老中心提前庆祝母亲节，把孝顺变成动词。感谢今日这么多人来这呢，给阮这呢。 叫我这老人啊，恁大家安尼欢喜，安尼啊，我真感恩恁啊，恁啊。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。老人家都喜欢看小朋友唱歌跳舞，目不转睛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们要祝福这些爷爷奶奶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，有时候行动也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我们亲自来到托老中心，跟他们互动。 小小手按摩起来，也许不是很给力，不过爷爷奶奶都很陶醉，仿佛祖孙同乐的幸福画面。台视新闻，这是美职工李德美、孙慧明台北报道。